你好，我是 Waterfall 瑜伽教练 Cora， 今天我为大家示范一个手臂后屈转腰伸展的动作。首先我们要预备一条细毛巾，这个动作可以帮我们伸展三头肌、我们的巴大肉和我们的肩胛骨。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将手举高，大概手臂会贴近我们耳朵的旁边，然后微微的屈曲，慢慢将我们的右手的手踭拉近去耳朵的旁边，然后稍微暂时放松我们的左手，搭在右手的手踭上高，轻轻地转动几个圈，令到膊头的空间可以增加一些。尽量试一下将我们的手踭收在头的后边固定，再用另外一只手捉住毛巾的另外一端拉长。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右边的肩胛骨会向外打开了的。hold 住在这里一阵，大概三个呼吸，然后我们将右脚踏前一步，后面左脚的脚趾尖会垫住地下，要注意身体平衡。稳定了之后，我们会吸一啖气准备，呼气的时候慢慢向右手边转。转动的时候，我们继续需要将我们的右手向后拉，留意平衡的感觉。在这里我们会停留六个呼吸，等我们的腰膝和我们的手臂都有一个充分的伸展。六个呼吸之后，我们会慢慢收回中间，放下我们的手，将脚步还原，然后再重复另外一边。